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皮老师的蜘蛛地图，是月亮河，月亮河蜘蛛打这套阵容，怎么说呢？感觉，他带的是传送，就看他传送第一波秒人的一个速度人，因为他这边带传送的话，就意味着他是只是过来存蛛丝的，对吧？如果遇到好抓的，比如上来遇到先知、遇到机械的就抓了，遇不到反正就是传送淬火开了，然后找那个关键点抓。我们看他待会儿传的是先知还是机械啊？好，这边反正能骗你点球嘛，就骗你点球。我是不会交蛛丝的，哎，我这个人勤俭持家。哎，这前锋就对吧？怕一轮蛛丝连上来，那就中了这边哈皮老师的陷阱了。哈皮老师多么的勤俭持家，是不可能对吧？随便交蛛丝的板，还要利用这个时间把板子先踹掉。好，这边找先知，一连，两连，有机会一刀，秒顶上。这边是板子都不下了，感觉这板子下了没有任何意义，直接冲过去要开车。但是冲过去呢会待到机械师的电机，这边机械师也得跑，压住我打一刀。刚才我觉得既然要往这个车站走的话，就不要想着那个去，机械师把车开了，不要想着去那个靠交互点卡了，就吃一刀直接上车可能还好一点。现在的话这个节奏反而是就是你回头了嘛，想下个板子什么的反而就没有机会上车了，你本来吃一刀往前冲就是一门心思对吧，铁头往前冲，吐不吐呢？吐一口蛮贵的，还没开二阶呢，吐一口蛮贵的，打一刀吧，打一刀，这个距离，哎，吐一口躲掉了，哎呦，20，吃蛛丝，打一刀救下来，这先知60溜不了了，60溜不动了，不吃双导就行，带走，然后守墓人来补这台机，机械师的娃娃现在也在修。有没有空处理一下？有空处理，有空处理。但机械师娃娃有反应，有反应，有反应。这块板子一下，那得过去挂先知了。穷人这边反应也是很快，445，这里没给到机会啊。这样的话，守墓人补这台，机械师重修一台，这台在30%，前锋修。哇，这外面的电机其实差的还是蛮多的。前锋修不完电机，他应该不会来救了。这里要救的话，可能也是其他人。看看，要不守墓人卡一卡吧。这个前锋过来就真的要救吗？这么远，哎，这个距离跑过去这血都没了，我觉得这波就有一点点拼了。这边是直接把机械师的娃娃给打了一波，没有反应过来，应该是交了一波蛛丝加速，对，这边是交了一波蛛丝加速，直接高速拉过去。这前锋站着别动，我来帮你，那就只能是帮这守墓人摸一摸了。守墓人，你刚救的很好，我这边把你摸起来，传送，抓机械师，节奏很紧啊，节奏很紧，吐一口，板子一刀抽，哎，帅呀！这把应该是坐拥一个平局以上了。按我以前的那个，对吧？风格，这局基本上就三杀了，三杀起步了，应该这样说。但是呢，现在对吧？我学乖了，话不能说太满。坐拥平局以上，这个话讲的就，对吧？平局或者平局以上，哎，这个话就很到位。地下室一挂，好了，那这局挂地下室吗？挂地下室，吸引你们来救前锋，搏命还没有用，来救。看看，哎，两连，这边。后面两连蛛丝可以再回头利用啊！这边看一下，一刀，哎呦，帅！两个蛛丝一吃，这你可能再被吐一口哦。这边是拉球过去，一口能打中，但是救还是能救下来，救下来这前锋要倒了，前锋倒，机械师拉开距离，这机械师倒是没有过半，但前锋倒地。这里是怕回声过来管电机，怕他们修两个台电机修开，
也是因为这边是电机嘛，其实这电机是我们上级视角看这电机是有米多少的，但是他回身过来管这戒尸，反正外面修不太动，你只能翻箱子半血戒尸。我把你这前锋挂了，这台遗产机牢牢的守住，怎么地这把都是能够三杀的啊，能够三杀的。这里交铲机械师得外面要重修一台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电机的分布，就是三台电机全部在地图的这一半，所以说没有任何的办法。救一下前方的球不足以支撑他拉开，那电机拉不走。机械师倒是非常不错，摸了一根针，运气还是可以的。主要这前锋走不了呀，二挂前锋拉球，这吐下来，哇，这口吐好帅。这一口土帅气，下一口土前锋倒地，三台电机全在这里，前锋除非我想说除非一块硬核板，然后要带得很远，机械师被迫那边重修了，守墓人机械重修呢，守墓来压机，机械师去救人，机械师手上不知道有没有薄命啊。上挂飞的前锋没有球啊，不敢三杀起步，好吧，三杀起步不说了，就三杀起步，没别的，这局穷者就平不了，劣势有点大，只能跑一个，电机能压好就不错了。传送回去管电机，要四杀，活命套掉，很稳，真的很稳，直接减刑。好，那这边两个人再修，还是只能让机械师去救，但这前锋是上挂飞的半血，找到就是没。这首传送教的非常的精妙，因为你那边如果说你去守着这机械师满血，对吧，喷一口土打一刀，他把人救下来搏命二十秒拖一拖，这电机差不多也能拖开啊，也能拖开，这里就守着不让你救人就行了，你那边电机修去24%，差太多了。要冲锋，两连蛛丝过去，哎，没办法，一刀倒地，前锋再过来，这守墓人努力的在滚，硬咬一个四杀，投降了。这把节奏拉得好，我觉得那个如果先知前期能够上一波车的话，可能。没有这么烈吧，因为先知倒在了机械师的遗产嘛，这个点其实还蛮伤的，对于整体来说。